晨晨，姥姥带你去看小鸟吧，晨晨。你看，树上那么多小鸟。哎，哎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那不是玩具啊！小鸟怎么都不见了？刚才还在这儿一片呢。 冷的天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赶紧进屋去啊！嗨，刚才帮着找子越的妈妈和孩子，有点累了，在这歇会儿。找着了吗？没有啊。这哪儿去了呢？现在我倒觉得这院子太大，反倒不好了。<笑>爷爷，瞧你说的，多少人想住这样的院子还住不着呢。<笑>那我找子越去了啊。爷爷，容易。哎。 爷爷找到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他们娘俩去餐厅吃饭，这不没看住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真丢了？这不爷爷也找，我也找，这……你们怎么能让陈阿姨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呢？她本来受了刺激，脑子就不清醒。我去找找吧。哎，这怎么跟子越交代呀？真是的。 爷爷，走，再回去休息休息啊！哦，走吧。买点水，买点电，还有我的钱包呢？我刚才明明拿在手上的，我的钱包。 小心点儿！这年头想当个好人可真不容易。你说一个大活人要是再咱们眼前消失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是找到了，要是找不到，后半辈子什么也别干了，就自责吧。岂止是自责呀！这下好了。哎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爷爷，要不行，我陪您在这儿待几天吧。好啊，反正这儿也需要人。 你好，同志，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来。
认领失散人员。啊，里边。哎，阿姨，没事吧？是他。对对对，是啊。这是我的证件。坐坐坐。他是你母亲吧？是。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呀？ 回去没事儿，你看看这个。我们这儿没事儿净帮你们这些人找人了。你说这当父母的也不容易，把你们都养大了，你们净出去撒欢了。你说他不能不这样？你说的是，谢谢谢谢您啊。这上面都是记录的咱们市比较大的养老院，专门收这样的病人。我的意思呢，是你们把他送过去，那边有专门的看护，省得以后再走丢了。 好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商量好了就按照您说的办。行，那赶紧办手续，把人领回去。我说的啊，这些都是经验之谈，你们啊一定要看护好，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，好吧？警官，还有一个孩子，跟他在一块儿的，叫晨晨，大约这么高，您看见了吗？孩子，没有，我接班的时候就他自己，他在超市被人发现以后啊，就带回来了。 晨晨到这儿来了吗？哎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文丽，你接晨晨了吗？没有，干嘛？汤娇报案了，说晨晨不见了，派出所刚刚给我打完电话。哎呦，我的孙女去哪儿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我妈。你上哪儿找去啊？派出所说晨晨是跟她姥姥出去的，姥姥找着了，晨晨到现在还没找着。 我怎么晓得孩子怎么可怜？他能去哪儿呢？吵死我了！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如果你不跟那个狐狸精，你娶了这些事，咱们家能这么倒霉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去找我的孙女，找不回来我的孙女，你就不要回家，你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行行行，你赶紧过去找吧，你再给我找去吧，你。你这个混蛋，你！哎呀，我的孙女。 别急了，您这点基础的好歹的，我怎么办呀？都是这个死鬼给做的，人家这么大。